索性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开早会一直都在这里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我们韩总说要在这里开会，一不能用，二不就不能用了吗？哼，这翻脸不认人的本事，你们二部是不服不行啊！麻烦让让，我们要做正事。我凭什么让你啊？住手！做销售有竞争意识是好的，但取胜的手段肯定不包括武力和嗓门。韩总，您先把情况搞清楚了。可最重要的是不能意气用事。谁意气用事了？小文，怎么回事？陈总，我们开早会一直用这个会议室，换小会议室都是一个公司的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哪有窝里抢的道理？我教你的。冰冰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再见面是这种方式，今后还请多多提点。没想到韩总不仅打单厉害，上课也很厉害，刚刚给小文上课来着吧。不过我的人，我习惯自己叫。冰冰，你这里是公司，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奇怪的名字。再提点你一句，这会议室大是大，就是没空调。